哎呦，怎么会有七啊？七谁拿出来的？我删掉了。哎、欸，刚刚有一样。啊、有了，小心那个，哎、欸。好，然后一二三四五六这个洗一堆，然后发出去、嗯，这个是要公开的，这是公开的、哦，来，对，好，嗯、白痴哦。运气那么差，数字越大越好还是数字越小越好？但是越大越好啊，越大活越久啊。我第一回合等一下头就要爆了啦！啊，我第二回合啊，白痴哦。然后接下来是放鬼牌，抽鬼牌啊，来啊，抽鬼牌。作废者啊，来啊、哦，鬼牌作废者哦，盖起来，盖起来放着啊、哦。帮我用，我超怕。好，帮你盖，盖起来，然后拿出来。其实不会复杂，我被戏啊！刚好遇到制作上有问题、啊。现在就是以音乐开始，音乐开始吗？因为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音乐上面开始是干嘛？对啊，是以然后再加板有问题。我不是音乐的左手边，左手边一个就是妙哈，嗯，妙哈开始。然后现在有刚好第五最，所以现在是第一回合嘛？对，我要干嘛？第一回合，第一回合。就是去找钥匙，可是所以我房间里有一个钥匙，就看他拿是什么条件这样啊。他的条件超级麻烦。嗯，我怎么把它拿给另外一个探视？他的条件是他在我的肚子里面。哇塞！我要离开的房间。哎、欸，你哪边看的？我是那个 upper chain 的那个 lab 的，就最后一个房间。嗯 ，X 光机告诉我，钥匙就在你的体内、嗯。你需要针对每一个数值做出一个三加的丢骰，而且丢两个骰子决定你所承受的肉体伤害。若其中一个数值丢骰失败、嗯，你会找不到钥匙，而且持续承受伤害。嗯，哇哦，嗯，就是你要全部都成功，三以上。我觉得我先早点退出。等一下，所以哎、欸，等一下，我是。一二，所以我这四个能力我要个别各甩两次骰子，是不是？嗯哼。好，一个一个来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有四点的速度，然后甩嗨嗨，哎呦哎呦，过了。好，下一个是我是几点啊？好难看哦。四点的力量，他是放哪里了？他是放这里哦？不是。啊、好，你帮我去用。你看你为什么只拿两个骰子啊？不是拿两个吗？他是承受的肉体伤害。等一下哦，所以我到底是他说，哎，承受肉体伤害，你需啊？所以我要拿几个骰子？对，每一个数值做出三加的丢骰，并且拿出两个骰子决定你所承受的肉体伤害。所以我要怎么做？应该就是每个数值骰出来三加以上，然后变成。若其中的数值失败的话，你真的会找不到钥匙。他的意思是说，你每一个数值都要，比如说他要掷两次骰子，一个数值都要掷两次骰子、嗯。一个骰子是用你的数值，比如说你现在是速度好了，速度掷四颗，四个骰子、嗯。然后呢，你们有三加，你要掷到三加，三加以上应该就是没事吧？对，但是、哦、好像还行。没有，可是你他还是得要掷那个肉体伤害，两个都要。他的达成条件是，你要拿到钥匙的条件是你四个数值都要三加，然后全部都要受到两点伤害。就是你第一个数值，第一个数值嘛，第一个数值你骰成功，如果是三加，代表这个数值过了，但是你还是要扣两个骰子的伤害。但如果你在第二个数值力量的时候再骰没有过，代表你这一 round 的寻找钥匙失败了。OK， 好，所以我现在。好，我问一下，就是假如像喵他这样好了、嗯，那他前三个掷完，第四个假如没中的话，就是他要扣六颗的物理伤害。对，哦，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对，哎，是说喵他那个在哪看的啊？在那个书面的右边的左边，第二页的左边，第二页 O 开头的那个，嗯。所以我现在是掷四个骰子啊，哦、啊随便啦，随便啦，随便玩啦，快点结束啦，这几颗啦，一二三四，这个、过了啦，下一个啦，再找一次啊，也是四颗吼，我记得我都是四。你的力量，你可以先全部数值先检定一遍。什么意思？四。哦，没过、啊，哎呦呦，过了，三加过，三过了，三加。啊，你的 sanity 是四哦，哎呦，你怎么都是四啊？对啊，我就都四啊。你很平均哎、欸，你这个。
哇哇，没过，真是没过，四颗，所以我现在是，你先都甩完吧。先都筛完，先都筛完。第三，最后一个你只有三吧？最后一个只有三颗。哦，只有三颗吗？那拿啊，拿走了，拿走了，没事没事。你这个过了，所以你就是过了。嗯，但是你没找到，没找到。你有个失败，所以没找到。那你需要筛两个筛子。我筛两个筛子。哎呦，嗯，筛两个筛子做伤害。会怕？哦，一点，一点。我想说两个白的，好不好？是刚刚 senti 吗？不是不是，他是一点的。肉体伤害它是直接一点的物理，就是你的物理伤害一点，物理伤害一点是刚是说速度力量，速度或力量，或力量，哦，好像都差不多哦，那我结束了，哎，好，那就下一位，嗯，就换繁星了，自己就啊，就跟时间赛跑啊，我应该就不用去杰克那一层吗？还是可以跟他抢啊？可以啊，你可以跟我抢啊。我决定待在 S 光方死亡。啊，这样子，我如果再踩到这边来，我是不是一样要做这边的判定，还是要离开才能按？如果你要找钥匙，才开始判定吧。啊，那如果踩到这边呢？房间有一个特别判定，房间他不是离开的时候吗？房间那个房间离开的时候也要做判定。嗯，他是你的速度要三以上。嗯，没有，他现在他找钥匙，找钥匙的话，他这间房间的规则就是你必须要完成那些离开房间前需要丢骰子的这个判定，如果成功你就拿到钥匙。但是如果失败的话，你必须承受房间给你那个伤害。哦，好啊，那我就这个啊，那你就先弄吧。为了收集钥匙，这个，这个是收集钥匙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离开这个房间的话，你还是要再筛一次上面的规定。嗯，好，好。为了收集钥匙，你必须要能完成离开这房间前所需要的丢骰子。若失败，你则则你必须承受房间给你的伤害，不管成功或失败。当你离开房间前，你必须丢下一个骰子。再丢一次，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离开，对啊对啊对啊，离开的时候再测，再检测一次啦。哦，啊，刚刚，所以，你现在找你要找钥匙，你要找吗？哎，要怎么找？你现在这间房间的东西就是你要筛一个速度判定，要到达三，好，三以上大于三就可以拿了。失败会扣一点力量。嗯，三哦，所以你的速度是，你速度很快啊，五，速度是五，大于三就行了。三，三，有啦，你要你钥匙拿走啦，钥匙哦，是一个。然后我要再离开这边再筛一次。对对，还是看力量吧。找到钥匙不能移动，找到钥匙就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用它，你可以用它，用啊。怎么使用啊？要怎么用？两个钥匙都可以用，要两个啊？要有吗？一个吧，一个吧。哦，对，要两个，要至少两个钥匙才可以打开自己的。哦，好，对对对，好，难怪还有那么多房间有钥匙。嗯，了解，下一个。哦，好，下一个是我。不接，对，他要两个才能开啊。嗯，或者不过偷钥匙喽。偷钥匙，下一个是团团。好，我移到这里，我只能移三个。好，然后团团是因为是在第一回合，你要开始做判定了吧？对，我要来判定了。好，我会爆头雷来看一下吧，三颗嘛，对不对？对。哇，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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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第一回合，没事，下一回合换我。我现在电梯，我在哪里啊？我哪嘞？我在这里。我最近的钥匙在哪里？六角形这个，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嗯，所以我一二三四刚好进来，我速度有四吧？有，好， J-U、这间房间是垃圾房，垃圾房我看一下，一样，跟我刚一样，一样一样，跟刚刚一样。上面的判定需要力量判定三以上，嗯，看我的力量。完蛋，钥匙其实很少哎、欸，我们还有很多钥匙房间没有开。我觉得能出货是不是很少啊？可是它只要一半以上就是好的。过了过了，钥匙我拿到了。嗯，不能交换对不对？可以给别人，可是你用过之后钥匙就消失了。嗯，好，伯公去抢钥匙。我觉得现在比较耽误自己是把钥匙拿给那些数字编号比较小的人，赶快先去解锁。嗯，团团，嗯，那我问一下，我问一下，就假如
没有拿到钥匙的人，然后去跑到拿钥匙的人那边拿钥匙，可以吗？可以啊，看他要不要给你啊。对啊，他、啊、不要的话，你就只能抢啊，也可以抢、啊。我应该把钥匙给他寄吧，我等下死了是不是钥匙就白费了？钥匙会掉地上。库嘛、哦，然后他要的条件就是打开金库。还在？是啊，是啊，是啊。第一个打开金库的人，你慢慢开吧。我要开始开了，这一场都在开东西啊。请开，请开。你整个在开保险箱哎、欸。没关系，我在开我的身体啊。我觉得我整集都在开啊。我刚刚出墓地，我要再闪一下。哦，好，你先闪，你先闪。好，我需要闪。圣灵判定四以上，圣灵判定我现在是四颗。我好想看别人画杰克，全部都是开保险箱。三，好，我扣一点三，姿势，没关系，不影响，没关系，可以。好，我来开金库啦，看他我来开金库，开，好好看哦。差很多，差两点，差很多。啊，我要干嘛、啊？我现在还可以动哎、欸。我觉得就继续待在那兒啦，你就只能在这里啦。我觉得你就待在那兒啦，反正游戏快结束了啦。好，我待着，我待着，我待着。那个钥匙很重要啊，哎、欸。好了，换我啦。我们还有一些钥匙藏在其他房间嘛？我们还有哪几个房间还没找到啊？很多。嗯、对啊，团团，你刚刚不用塞啊，现在是第零回合吧？还是现在是第一？第一回合。现在是一了吗？不是，我们的伤害物指数是有零这个数字的、啊。哦，那从零开始了，所以从零开始，刚刚那个骰团的骰就不算。哦、其实也还好了，我有过，我有过，也有过了。啊，没事没事没事，继续继续。好，我们现在还有哪几间房间有钥匙还没找到啊？我上面打在我这个上面数字那个上面写，地下室一个，可以看一下。嗯，把已经有的把它画掉好不好？好，这个有了啊，好不明显的颜色哦，换红色。有是已经拿走了吗？还是啊，画不了，就是没有没有，就是这场上有的，场上有的目前有了，还包括拿走的啦。Operating 也有了，嗯，然后还有什么 Junk 也画掉了吗？画掉了，好，画掉了。我们都在记比较简单的单子。其实你有一些已经没有写上来了。然后 ATT 的那一个没有啊，没在上面，没有，上面没写，上面没写。Okay. V 开头最后一个那个在杰克那边宝箱的那一个，对啊，已经找到、啊，已经知道钥匙位置，就先把它花掉。嗯，所以其他是还没找到的。对，哦，还蛮多的呢，蛮多的、啊、好多吧。好，我去开房间好了。嗯，我的回合数比较多，可以、哦、还可以再开啊。可以，我们有钥匙就往外走，再开。哦，有十一把钥匙的意思。这个事件，这是什么房 ？Veteran， 我们就是要留到那个啊，就是想办法让叛徒者不要开啊，嗯，不要开叛徒者，让他被炸掉，然后我们剩下好人就是走这样。这里，然后有一个事件，事件，令人不安的声响，婴儿的哭声啊、这是什么路啊？迷路，而且被抛弃，一声尖叫。打破玻璃的声响，然后几进，骰六颗骰子，如果大于或等于翻开已经翻开的预兆的话，我获得一个神智；如果没有的话，则伤害一点精神。OK， 现在我们有几个乌鸦、啊，几只啊？很多哎、欸，七只吧，七只，所以六骰要大于七，七加。OK。六骰七加，就翻看看好不好？就翻看，看一下。六骰七加，七，一二三四五六，有了。好，那你就升的 T 加一。嗯，他是精神神之加一。叛徒开了，有这也是。噔噔，好，下一位。我要继续剖开我的身体。这样你有吗？这样回合数喵哈了，喵哈加一了，对，一圈了，所以我是等三的时候，拿到加三的时候，你才要开始判定。啊，那就我刚刚拿四，第一个是四啦。我总觉得喵哈有可能会玩死自己啊！我就想要玩死自己，我要假装旁观者啊！三，好像没事吧？哎呦，哎，好。
哦，真的也是三三。嗯，有六个没出来、欸，真的是六个，就一半没出来啊。里面对对啊。哎、欸，等一下，我第二个是三，第三个是三四吗？还是三个骰子？力量吗？地上力量四啊，我都是第三个哦，力量四啊，哦，都是四哈、哦，力量四啊，只有最后一个智力是三啊，嗯，哎、欸，是三吗？对啊，最后一个是三啊，哦，好，三，你干嘛啦？冲来冲来冲来！虫子虫子，你这样是生的体吗？对，过过了五，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三个骰子吗？关键能不能找到钥匙呢？接兔兔喽！找不到，哦，也不在我的身上里面啊啊！所以我是两个骰子吗？对，两个骰子判定伤害。杰克，我还陪你了。杀了我啦！可是你不是不能动吗？还是可以动？扣三点。扣三点。对，你的物肉体伤害就是你的敏捷跟速度，你要减三点。一，哎呦，敏捷，等一下。敏捷或速度都可以。敏捷或力量。不是敏捷，力量吧。敏捷或力量、哎啊哎啊、完了，跑掉了，完蛋了。刚刚是多少？这样，四四三四三。可是你有很多四的位置，对对。这个是三嘛？哎，然后我记得上面是绿色，上面的四。然后这个是刚好的四。对，那边是刚好的四。那这一个的是应该、这个？这个是这个吗？还是下面那一个？上面那一个？我忘了。看记录档。这个是哪一个？这是哪一个？有没有观众？这是没动到了，没有动到圣值，我好像没动到圣值。那就放绿色吧。就是放绿色值。好，放绿色值。然后我现在是扣三嘛，所以我是扣。这样，我觉得这一关，假如你前面没值好，你后面要怎么值都越来越难值了。好，我还是控制在四啊，我这角色完全就是四啊。感谢订阅。嗯，繁星。他刚说我不能走是吗？啊，不是拿了钥匙不能走啊？啊，不然那一回合啦，不然那一回合啊，那一回合就可以来陪你啊。开金库。好好好好，我离开是不是要先骰？对对，是哪一个？忘记了，那个是速度，要骰速度，然后要大于三。我的速度是五。好，我来了。狗狗过来，这边是要智力。狗狗有智力吧？嗯，智力三颗，我感觉我会死在这哎。三颗智力，反正又没伤害，还是啊？我第二回合哎。哦，了解。啊啊，没有。然后加一回合，团团团，这次就要甩了，哦，要甩了吗？你一回合了，先是回合开始先甩还是结束啊？我看开始，好，我看一下，回合开始，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这指数，感谢安安我是蘑菇的订阅，有一把钥匙，关于获胜。在每个回合结束。然后每个你必须做的是将回合真正哦，不对，不是到你、到那个人的回合开始，是我们这一回合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骰哦，就是到陨月结束之后，每个人就开始，我们大家都要骰一次，嗯，失败就那个就死了。哦好哦，那现在我还不用了，减速小于回合，所以你就是补，你现在团的你要骰，就是补刚刚陨月刚刚到第一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先骰了哦。那所以等一下我要再补骰，就是到。到喵哈的那一回合就是第一、就是过一回合哦，嗯，好过了，所以我们已经过一回合，嗯，对，刚刚已经过一回合了。好，喵哈断线了，啊，我断了，你断线了，看我现在在上面，我看你断了，你断了，就是断了，你手指动一下看看，我在动啊，没有，没有，没有，真的耶，你重开，那我连得进来吗？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可以啊。
有肚子东西还没拿出来，真的，我肚子东西、哦。那趁这个时候确认一下，你们刚刚有人有说到说叛徒的枷锁不会，就是叛徒枷锁不会启动吗？不是前面有说前面规则有讲啊，就是对啊，他也不知道而已啊。叛徒没事啊，骰子说不会就是直接这样死掉。嗯，对。但是他被他枷锁启动的时候要跟大家讲，对不对？对对，要跟大家讲。OK， 对。所以你是叛徒？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刚刚聊天是在议论这件事情。哦，对，我只是在帮他们问。谁是在这？喵哈动了。哈，可以了哈。对，我在玩骰子。嗯。结束时，哦，在我结束时